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所以，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马太福音十八章四节。亲爱的主，今日的世界充满真竞，弱肉强食，明争暗斗比比皆是，甚至无所不用其极，为的都离不开权势和名利。求主宽恕人心的骄傲，教导我们学习谦卑到主的跟前，要像小孩拥有单纯的心，以真诚待人。求去除我们心中的自义，看自己要合乎中道，不亢不卑，专心一意，以侍奉上帝为乐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